天，钱少君跟朋友一起大跳 Any Song。三月五号，这个招待所内聚集了许多好朋友，唱歌喝酒，气氛超嗨。室外的疫情严峻，但室内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去年生日，同样的地点，钱帅君一起身披大红色礼服，大秀 C 奶好身材，举办生日派对，三十多名友人一起庆生。但这个神秘的八八会馆可不是只有招待艺人，可能刚开始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多的人进出吧，后面就有些女孩子啊，然后我们还有一次比较夸张的时候，就看到那个电梯里面就是有人，他们就是就全身刺青，拿两个棍子这样。这间八八会馆位在信义区，正对台北101，视野极佳，每个月租金就要50万。内部有吧台、KTV、撞球桌、飞镖机，各种玩乐设施应有尽有。玩累了，楼上还有房间可以躺。只是会馆出入分子复杂，道上兄弟也是座上宾，甚至还曾带着家伙进入会馆，夜夜开趴的状态让社区住户不堪其扰。那天关酒店的那天，隔天的晚上好像就是。也是比较多人进出，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年轻女生穿得比较辣的会进去。对，我们有听说，这是信义区知名的银窟。住户真的住到傻眼，因为进门回家旁边看到的竟然都是低胸短裙、浓妆艳抹的辣妹，甚至有时候里面喝忙了，玩到大厅继续嗨，垃圾拉不停就算了，手也不安分。保全看得无奈，还不能大喊 Play One。住户怀疑会馆暗藏春色，报警处理，结果却都是查无不法。我们有看过那个监视器，然后也有大概有人认得出一些是那个可能是。有可能是现役的警官或是退役的都有可能。根据本刊掌握的监视器画面，发现也有多名警戒高层出入会馆，从演艺圈到黑白两道，会馆通通来者不拒，人脉触角雄厚，难怪四年来屹立不摇。新冠肺炎疫情延烧，住户只能暗自忧心，就怕邻居会馆成为毒窟。